索加利多 A 组，一、三、一，这是三、五，A 组那就是一、三、三、五、一，B 组，尤加利多 B 组，一、一、三，这边就是三、一。那 B 组就是一三一三，往右开，先开 A 组，A 把 A 组的三五点到位，A 组的三五在二三四号位，二号位刚才读是三，就点到三，过了放，四号位是五，直接推到五，三五三号位是三，点到三，三五。三 A 组到位了，A 组到位了，点 B 组，B 组的三跟五点到位，B 组的三跟五在二号位跟五号位上。五号位点到三，二号位，B 组的二号位，点到三，开，开到45度以后继续开，B 组的三跟五。B 组的三、五开了，回位。B 组的五号位点到三，二号位点到三，五号位点到三，OK。